腾讯视频迷妹专访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Into One。好多学员爆料，你是营里最爱说国语的人，是真的吗？是，当然是。现在就不怎么说了。你看，这有一个比我会的。啊，我就是从他开始说国语的，我是从刘宇开始说国语的，基本上。刘宇发音的就是心。立完也是。有粉丝说你的声音像动漫人物的声音。出一个为动漫角色配音的视频呢？我喜欢动画，但是我不想讲魔侠，但是一个我可以。有粉丝发现你的微博每次上条评论超过70000后，当天就会有新的营业微博。70000订阅是真的吗？不是，这是偶然，我没决定，就是偶然。如果有时间休息的话，会怎样安排日程呢？没有。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但是我和AK 说话。关于音乐有看过粉丝给你做的模拟人生的图吗？我的房间的 TV 和我的朋友们 send me on WeChat when this came out。 模拟人生已经搬走了。对于房间改造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？他想要安装一个移动的衣柜。对，因为我有a lot of 衣服。会通过听中文歌学习中文吗？有，因为我是一个人很喜欢听音乐吧，听歌，所以我学中文很多从听音乐。请分享一首最常听的中文歌。Summer。没有中文，因为这是属于所以楼上的影响。关于我的第一首歌，我听到，然后这是到现在我也还听它吧，是可乐我的首秀的时候。是那个可能你不快乐版权，谢谢。因为他的词汇没有那么难，然后他的发音就是歌手他的发音很好，就又可以学他。宿舍养鸡计划有在进行中吗？没有。如果条件允许，会考虑在宿舍养什么宠物呢？想养一只大象。当你看到搞笑视频，最想分享给哪个成员？他要分享给所有人。要么就是我们坐在车上，我天，就那天我跟远哥和林墨，我们三个坐在车上，他说，我跟他说，你安静半小时，我给你100。然后他说我不要，他想自己笑一遍，然后让我对这个视频抱有了期待。等我看完以后，宇宙无敌好笑，每个人看的时候就觉得像看了一堆垃圾一样。我在想为什么，明明就很好笑，好吗？会受打击吗？我觉得有些人还是能 get 到我笑点，我还是很开心的。就本来应该是能 get 到，但是就是你一个说不好笑，他非要从自己那个收藏夹里面再找，就让他找十几个视频。如果要为宿舍变身的话，会改成什么风格呢？变成森林风，就是你看起来绿绿的，在外面。你不怕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样，然后那个植物就是要吸收氧气之后，你会晕厥？ No, 不是，因为你在室内养很多植物的话，它晚上它会吸收很多氧气。我不是植物，是把窗帘变成绿的，然后把那个柜子或者是墙面啊什么的，就这种这种。很聪明吧？一个敢急，一个敢答应，我真服了你俩了。冰淇淋、营口大酱、东北菜，哪个才是你心中必不可缺的美食？你这不，你要挑事儿吗？你这不什么？这不挑事儿吗？这不明摆着的。我就回答啊，在东北制作的营口大酱冰淇淋，冰淇淋味儿的营口大酱，对，冰淇淋味儿。你之前说画画冰曲能缓解压力，你最喜欢的冰曲风格是哪种呢？就迷幻摇滚。最近有成品吗？有蛮多的，其实因为一直心情都没到。招商阶段。对，招商啊。股市担当最近有新学习的股市可以分享一下吗？哇，看来是真的很熟。这个很好，踩地是很好。好，如果我们都努力，我们可以去更高的地方，更高的位置。胶卷相机的照片洗出来了吗？我的照片在做。
OK，、嗯、好，一会儿就发。对，要非常完美。从期待，从我隔离的时候到我在创的时候，有很多照片，对吧？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一共拍了多少照片？大概36 times。5 36 times 是180吗？刚在腾讯总部大楼度过了19岁生日，第一次去总部什么感受？哦，觉得很神奇，就那个总部什么都有，然后里面还有羽毛球场，还有乒乓球场，还有食堂，还有理发店，还有便利店，还有就各种，就然后那边真的很多房间，就感觉特别大，像迷宫一样。19岁有什么新？出营之后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在用你的表情包？还真发现了，最近发现的。还挺多的，都有什么样的呢？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吧。练习室 B， 然后还有 B 练习室那个，那个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跳舞啦，跳 house 的那个。谁是每天起的最早的？我觉得我们每次刘宇起得很早，刘宇起得很早，也特别准，起大概1个小时多，1个多小时。What？ 腾讯视频迷妹专访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Into One。宿舍生活如何？在你们宿舍最吵的是哪个房间？我觉得是 AK 的。 A 栋的话是 AK， B 栋的话是 B 栋的话相对是张家园，但是张家园相对 AK 的话九牛一毛。我觉得B 栋是张家园。 I'm noise 因为他有那个东西，他在家里吹唢呐，你知道吗？急救一下就那个。想听想啊，我觉得小九，因为他每天打电话，他是跟他的家人，对，是的，对，跟他的家人。外国成员最新学会的中文词汇是？我选那个怎么说？弥补。就是如果我做一个东西错了，我要就是对他，我要弥补他。对，哎，是该弥补弥补。对，弥补。就可以是我的哥们儿。哥们儿。么么哒。么么哒。因为 like I know。最近我就觉得不在乎。不在乎，不在乎，不在乎，好有态度。我有两个，我学一个是一个成语，就是我最近学一首歌，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玩，我今天学就是八百标兵奔北坡，八了百了标了兵了奔了北了，八了百了标了兵了奔了北了。你们微信群聊名是什么？万人迷。终于改的，对，改的群名。最喜欢发的表情包是什么？哎，我喜欢用米卡的表情包。米卡有个哭的表情包，贼好用。各自说下想一起和兄弟们最期待和最想完成的事吧。我想让 Into One 所有人一起穿一次传统服饰。我想做大家一起跳舞的视频，加油。像演唱会。你前面的很多人前面签售会，对对对，我没有 experience。我想做音乐 with 加油儿 production 和 guitar skills 非常好。对，我想我不就是每个人去 tour concert tour 巡回演唱会，对对，演唱会，但是很多地方，嗯，然后。跟他们出去逛一逛，我想每个人都在我这来买包包，我们能去各自的家乡去旅游一趟啊，这个对，去一起旅行。我想带所有人去泰国，我们去海边吃很好的东西。对，如果有空，最近没有。我想带他们多出去走走，因为其实，在创造营的时候我就答应他们，但是一直都没机会，因为出道之后就一直大家都挺忙的。我想再上一个舞台，然后就是做一个特别就是炸，然后就那种无敌，就是别人说哇你们好强，就想做个这种舞台，做一个。抽取纸条并完成所对应的挑战，完成后可获得由腾讯视频迷妹专访节目组送出的对应礼物哦。我是 A 和 B 合体。谁是 B？ 我是 B。 准备 5 4 3 2 1，谢谢。C 是谁？C
是我 C 对 D 撒娇，让他请你喝，让他请你喝一杯奶茶。D，我啊，期待。为什么？因为，我很想喝奶茶，最近戒糖，但是我太想喝了。你再可爱一点，我可能会请你喝。我要怎么可爱你才满意呢？远哥。OK。F和 F 和谁是厘米？近距离和三十秒不可以笑。他们两个都很容易笑，笑的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Three, two, one. OK, face to face, 我们数啊，十秒。来，十、二、一、十、九、八。他们两个笑点太低了。哇哦！一个吧，一个吧，一个吧，准备，王菲那也是笑的，就是啊，好，来了，大 boss 来了，大魔王，邻居是谁？谁来着？就是叫，还记得吗？不行。Oh y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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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。选一个人和你。他我能选一个人，看我的眼睛，谁不看我选？J 是我 ，I N J 就是互相做颈肩按摩二十秒钟。我是 K， 然后请完成以下任务：卖萌可爱时间牌。来，看哪个机位？这个是吧？我帮你 cut 啊，准备三二一，走。这张狠一点，最可爱，最可爱的准备，就是很无辜那种。